有请中国梦想秀主持人朱丹华少。这是属于你们的舞台，不需要再怀疑再等待，尽管让你的梦飞起来。不需要崇拜，这是属于你们的舞台，不需要再怀疑再等待，尽管让你的梦飞起来。你还有梦吗？这里是浙江卫视中文台为您呈现的《想自由不由来》个中国梦想秀。本节目的服装是由布森独家赞助。本期圆梦大使，华语乐坛情歌天后陈慧娴。是否还能认得我吗？华语殿堂级乐队 Beyond 成员黄家强鼎力相助。接下来又有一段圆梦之旅要开始了。你看，正如你所了解的一样，你们习惯的一样，每次我们开始一段圆梦之旅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今天这个圆梦人很特别。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圆梦人又会很特别。他所生活的城市叫做海口。OK， 他在海口有一个绰号叫海南点唱机，很会唱歌，就是什么歌都会。哇，这个我要试一下了，因为敢夸这样海口的人其实不多。别急，一段精彩的 VCR，让我们先尝试着了解一下这个对梦想充满着执着追求而又经历特别的女孩子。一起看一下。这是一家位于海口市闹市区的书吧，书吧里有穿着衣服的酒瓶，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还有一架白色的钢琴，处处都显露出它主人的性情。它的主人就是四川辣妹子吕燕，我们今天的圆梦人。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点唱机一样，我点什么歌他都能唱，而且唱得特别特别的好。书吧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经常能约一群朋友在这里举办音乐派对，邀请大家来听他唱歌。吕燕有一个6岁的儿子，丈夫是海口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去年吕燕和他友好地分开了，各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但是彼此依然是好朋友，经常带着儿子去户外互动。燕子，因为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也很希望他能有机会，能有这样的一个舞台来成就他的梦想，所以说我委托浙江卫视，能给燕子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我们来为各位来介绍一下，自然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这个圆梦故事的梦想委托人，叫王文树，欢迎。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跟梦想圆梦人什么关系？应该说我们现在是朋友啊，但是一年前实际上我们还是夫妻啊，我们是6年的夫妻。所以专用的词叫前夫。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对，很特别。你看，这是我们中国梦想秀2季以来第一次受到的这种关系的委托。你怎么还会想到帮燕子去完成她的梦想？说实话吧，因为我最早认识他也是在一次聚会上，应该是他的歌声打动了我。在我的朋友圈子，包括他的朋友圈子里面，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不管是在聚会还是在 KTV 啊，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啊，他都会成为焦点人物。个人觉得他对音乐的痴迷可能是一般的人不能及的。就这样的事情比较像比如说是夫妻关系的时候你来帮他圆梦，而不该是在离婚之后。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分开了，但我们还是朋友。分开不一定是仇人，当然是不是啊，我们可能是因为个性不合，可能是因为大家个性都太鲜明啊，出现问题或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都不太愿意妥协，最后发现可能我们做朋友更合适。那么既然是朋友，我希望他能成就他的梦想啊。当然如果做一个前夫的话，我也愿意他能成就他的梦想。从这番言语当中听得出来，吕燕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人，无论是跟身边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能够依然让身边人用非常欣赏的言语去形容她。是的，所以我对她真的充满了好奇。而且她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或者说她是个很嗨的人，非常嗨。你给她圆的梦？对，我给她圆的梦。听说揭晓之后她依然不相信你是她完全不相信那个是我，她见到的那个人她
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直到最后我把所有的妆都去掉了以后，我换上了平时的服装，他才大声哇，好花哨！你到底做了什么扮相？这个故事还挺扯的，就说不现实，非常不现实，所以很难演。好吧，非常高难度挑战喽，来看看。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委托人支开旅宴后，华少将和特意请来的武行老师开始密谋一场武林争斗。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啊！这俺急就跟着，还在上来了，接着啪一下，这嘣就把我摁倒了。再三的确定完流程之后，华少要进行最有难度和挑战的武术训练了。别吃拳，回头，他上来踹，对，啪一拳之后，啪，这边低头，然后这个手法，这个手法，这个右手，啊，打一拳上。在武行老师的耐心教导下，经过了一整个下午的集训，华少的动作总算是做得有模有样了。不知道一会儿的圆梦，他会完成的怎么样呢？对，圆梦前一个小时，书吧这边开始进行精心的布置，华少也马不停蹄地开始今天的装扮，灰白头发，怪异的胡须，还一副老花镜，这个武林高手还真的是够非主流了。一切准备就绪，圆梦准备开始了。圆梦人吕夜如往常一样准时到达书吧，可是一进门就碰到伪装成当地电视台记者对他进行采访的工作人员，他就这样留在我们设计好的位置上了。华少，剩下的就看你的了。我刚才来了以后，我也看到了咱们的店设计很有特色，知道吗？哇，找到了！啊，居然在这家店里能找得到，真是不容易。九阴真经。他妈的，不要拿我的！这是在拍电视剧吗？自家的店里突然上演这一出，绿叶显然是被乐坏了。要不他让你拿我。像的装扮，以为在拍戏的吕燕也不上前阻止。吕燕，你果然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啊！姑娘，你拿过来啊，给你换一个身啊。真的假的？找我来。放开那个女孩。来呀、啊！打我！打我！你受伤了呀？开个小瓶子，正常。谢谢你保住了我的梦想，我这辈子就是为了他。你有梦想吗？我可以给你一个，你看看我是谁。其实我没有那么老，哎，我知道你有一个挺有趣的梦想，正式认识一下。你好，我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主持人，我叫华少。你是华少？天哪，你真的是华少吗？要看我身份证吗？我们知道你有一个梦想，你肯为音乐痴狂。我有一个挺大的舞台，
不错的灯光，比这里好一点。多看看你的电视嘛。那你现在愿意出来了吗？从柜台里边。我想请你上浙江卫视的舞台。真的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吧？妆化没化呀？没化没化，特别漂亮，现在还是很漂亮，比我好看多了。有我在，你一定是最漂亮的。请问你愿意？我愿意。来，我们一起帮他喊个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我是替别人制造过惊喜，然后看到人家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然后给他带去那种开心甜蜜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幸福。我真的没想到我今天会是在这边被大家给带来惊喜的那一个人。谢谢你们，真的。你要谢谢你的梦想委托人吧，没有他可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当然，我要谢他很多，不只是这个。来到杭州之后的吕燕被编导安排去看一场演唱会，在舞台上，她看到了最喜欢的偶像陈慧娴。演唱会结束，于燕又被编导带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前，临时通知他今天要充当一次记者，采访一个明星。你要你去采访那边的明星？我采访？对，我一会儿找你唱吧。啊，会得到怎样的惊喜呢？原来于燕见到的这位神秘嘉宾就是他最喜欢的陈慧娴。天哪，怎么会变的？你就是吕燕是吗？天哪，这一切是真的吗？拥抱一下好吗？对，等一下。天哪，哦，天哪！听说刚才你有去看那个演出，对是吗？对，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哇，天哪，太棒了，真的，真的。我们先坐。刚才他们没有告诉你，其实那个票是我给你的，金千的那个票，是我给你的。真的？对，哎、我把它留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你第一首广东歌就是学的就是《千千阙歌》，就是我不但只是今天请你去看那个中国移动的那个演唱会，我希望后天你可不可以到那个电视台跟我一起去那个中国梦想秀，在那个秀里面就是合唱那个《千千阙歌》好吗？你还问我可不可以啊？天哪！你先唱两句来听听。原流水，期望好体恤经电流，人生离别，路也可以孤单的梦。哇，唱得很好听啊！真的。到那天我们录影的那天，你才唱，还唱更好。好，我们一起唱，加油啊！加油。觉得他很亲切啊，很开心。他第一首广东歌是学我的《千千阙歌》，那后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合唱。那我要需要去练习一下吧。OPPO U Like 中国梦想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吕燕的圆梦时刻，让我们欢迎他和陈慧娴一起合作《千千阙歌》。林燕，情在为你，情上也彼此的晚上，红红的心，怎么的伤中应有。洒泪，期望可体恤肩颈流。面上离别了，路也可以孤单跟满足。一想过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始终在那一方，只可深深把这刻将愿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必不起这宵美丽，到这不可使我更忧伤。
谢谢，掌声再，谢谢两位，谢谢。什么叫幸福？刚才你们演绎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幸福。皇上你好啊，你好，陈姐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前夫你好，你好。完了，你成为所有人的前夫了。称呼可真的不敢随便用。我得先说一下，前夫真的是从开始就外景的那个 VCR 开始放到你唱歌，你前夫真的是一直是热泪盈眶，就眼泪都一直差不多快掉下来了。对，他也是个很感性的人。真的，说真的，来，你先从你开始，你的想法，因为是你开始让有了这整个梦想的呈现，所以你的感受。我首先说一下啊，我觉得他今天唱的太棒了。对，我希望大家再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应该说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哪一刻，他在委托我们的华少朱丹的时候，我的惊喜一个接着一个，见到了华少，来到了杭州，见到了慧娴。慧娴是可以说是我来自于我那一辈，我们七零末的那一辈人，我们对于流行音乐的一个启蒙。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慧娴她真的好像时光把你给忘记了，一点都没有变，甚至好像反而就像你说的，你躲进了冰箱，然后出来变成了一个小妹妹。我很想叫你一声慧娴妹妹。我就说吕燕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啊。对，她其实刚才我看到那些片段我都觉得非常感动。你看今天合作过了，在舞台上你邀请了她来舞台，觉得她唱得怎么样？非常好，然后他很有感情，然后非常投入，还有那个音色也非常好。说到音色，今天因为他真的是来给我当绿叶的，这么大一个大明星来给我当绿叶，应该的，真的，应该的，我很感动。他的声音真的超美，很仙的，你们知道吗？真的，还有天外飞仙就飘过来了。哎，我觉得呢，你作为一个四川人，然后你的广东话真的讲得不错了。妈妈得啦，好可爱的女生啊！真的是个很嗨的女生啊！对啊，谢谢慧娴来，谢谢。就你发现没有，吕燕啊，唱不唱歌差很远，她风格不一样。对，她唱歌的时候，好像很有故事，就像是一盏灯打在她身上，她一个人静静在那里唱，然后底下坐着一群有故事的人静静在那里听，画面不同，但意境一样。但是她不唱歌的时候呢，特别的可爱。对。非常快。我们这样形容你的前妻，你觉得准确吗？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个性很活泼的人，他跟人相处很快就能打成一片，所以他朋友很多，我朋友很少。而且我刚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在吕燕唱歌的时候，前夫啊王先生一直在那里淡淡的笑着。我想是他的招牌微笑了。招牌微笑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他基本上他一参加一些活动啊，或参加一些比赛，我都会去，所以说当他唱一些歌的时候，肯定会勾起一些回忆，啊，这声音很熟悉，所以说应该是一种感动吧，感动，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了，大家相互还是比较了解的，各自有各自的梦想，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当然，而且。我觉得既然有梦想就应该去执着的去追求，虽然有点不切实际，但是我觉得开心就好啊。只要你们快乐就好。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切实际，这你说一个月之前我哪想过我会上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我觉得跟我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真的，这不就实现了吗？是吧？敢想，
就可能会有，不想呢真的没有。说得特别好，这句话真的，梦想就要敢想，想出来的。我们祝福二位，当然也祝福你的下一个梦想。我们希望你能够把目标放在下一个，所以那边有一棵梦想之树，我们也会好奇你的下一个梦想会是什么。你还有梦吗？浙江卫视中国台正在为您呈现的是想自由 OPPO You Like 中国梦想秀。我们感谢布森为节目提供的独家服装支持，谢谢布森。其实我们在每一次说到圆梦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词语，就是很特别，这一个也很特别。说他的特别，应该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梦想，在很多人完成可能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对于他去实现这个梦想，我却表示了一点点观望的态度。我会说他真的可以这样做到吗？而且有可能你在电视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不如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吧。眼前这位拄着双拐行动不便的帅小伙是本次圆梦的主人公黄水拱。五年来他一直坚持着一个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遍体受伤，却开心地沉浸在其中。今年21岁的黄水拱出生在汕头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2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因此双腿落下了残疾。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不服输的个性，他总是努力的和肢体健全的小伙伴过一样的生活。17岁那年，他就开始一个人出来上学。水拱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坚信的人，因为他跟别人是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就是他会有一个信念，别人做不到的他照样可以做。技校毕业后，黄水拱独自来到汕头的一家包装品工厂打工。因为工作积极努力，性格开朗，短短2个星期就当上了小组长。水拱虽然残疾，但是他很乐观很坚强，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他的下肢虽然不方便，但是他在工作当中会找一些重物来锻炼他的上肢，我真的是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每个月仅有的2天休息时间，黄水拱都会挤1个多小时的公车到达市区这幢9层的大楼。他每次要花半小时的时间一步一步地爬上8层高的楼梯，这对于行动不便的他是非常困难的事。所有的付出只为了一个坚持了5年的梦想。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圆梦人，对吗？是，我们看得出来他非常的认真，也极其的执着。当然执着这个词几乎是中国梦想秀每一位圆梦者共同所具备的特点。不过到这里为止，我们好像还不知道他的梦想是他坚持了5年的梦想，对，是什么呢？是什么？自己往下看。今天的圆梦地点设置在了圆梦人所在的工厂，而朱丹将会扮演成一名勤劳能干的粉刷工人。在黄水拱下夜班回宿舍的途中，我们临时搭建了一个3米5高的大架子，挡住了他的去路。而在他面前会有几个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工种。朱丹将会请求黄水拱把空桶扔过来，而会遭遇到倾盆大雨。可是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哦，原来在高架上与我们事先隐藏好的2位工作人员，一个接住空桶，而另一位将会把盛满水的桶扔下去。一切准备就绪，行动开始。下了夜班的圆梦人如约地来到了这里，好戏开演喽。你是这个厂的吗？啊，那个你能帮我把那个水桶扔过来吗？这个我兄弟他走了，然后我现在用那个桶，这现在这不过不去，你能帮我扔过来吗？这个啊，怎么扔呢？你从上面你看哪边能给我扔过来呗，我现在用。这样这一捆都很难扔，我怕扔到墙外面，我就那么几个桶，你看能不能从上面扔过来吗？这儿能扔得过来吗？试试看呗。哎呀！我的头！
哪里？这外面是什么地方呀？不警察吧？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先帮我把那个扔过来吧。加油，别别扔了。你为什么来这里啊？不是有人叫我过来的？是你们恶作剧吧？没有，我公公说他扔在我会场扔过来帮我的。你们是不是恶作剧来整我？我不是小光。你别走，不行，我觉得一定是你们公公来欺负我。你别走，你告诉我你名字。不要，我跟着江南人过来，他叫我过来的。别不行，你别走，你告诉我你名字。是，一定是你们过来欺负我，说我东跑怎么走了？我跟公公都是了，证明呢？是吗？那人叫我过来了，真的。你是不是王水拱啊？你还把我水桶扔外面了呢？你叫我过来，那你得陪我，你得陪我。我来这边是为你圆梦的，我想邀请你登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你愿意吗？我刚开始他叫我帮他扔桶，我扔两个的时候没什么，然后扔第三个的时候突然又有一桶水就下来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要叫我陪他桶，我觉得顿时间被冤枉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中国梦想秀会来为我圆梦的。刚开始真的很意想不到那种，真的很感谢中国梦想秀为我圆这个梦。他是你的梦想委托人，是他找到我们，是希望我们来帮你圆梦。我太期待见到他了。麻烦你告诉我他的梦想。不告诉你。告诉我吗？嗯。那让他自己告诉你好吗？好啊，他在吗？应该是，因为我还要让他陪我的水桶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圆梦人黄水拱。哇！没有带一个水桶给我吗？那你怎么陪我呢？你还没陪我呢。你可以亲他一下，当做补偿。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黄水拱，别紧张，别紧张。这是因为傅很帅啊，非常漂亮，非常帅气。先跟电视机前和现场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来自汕头的黄水拱。你有点紧张。黄水拱，一般朋友们怎么称呼你？阿水，我们也叫你阿水，好吗？好了，我们现在把目光回到阿水身上。阿水，他一直不肯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不过既然来了，一定跟舞台有关。以前上过这么大的舞台吗？没有，第一次。那还喜欢这里吗？喜欢。那么梦想是什么呢？跳舞。跳什么类型的舞？街舞。但是你知道街舞很难，就像我们这样来学的话，很可能要很长的时间，不见得学得会。你又怎么来跳街舞呢？用手跳。用手跳街舞？对，只用手跳。我们相信这应该会非常困难，要把它练成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刚刚我们的导演告诉我们，我们在网络上搜索了用双手来跳街舞的，在全世界我们找到的答案只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印度，另外一个在欧美国家。那么今天我们即将看到第三个，就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但是你也说过了，你没有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过，目前为止准备好了吗？有信心吗？有。真的？有。加油，我们给你加油。好朋友 like 中国梦想秀，接下来就是黄水拱的圆梦时刻，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用手跳起的街舞。
呗。我们也用掌声谢谢跟他一起合作的舞蹈演员。谢谢你们，谢谢。怎么样？我们先给阿水一点掌声好吗？跳得好吗？我们大声的呼喊一下他的名字，让他感觉更好好吗？他叫什么？阿水。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紧张嘛，我看到你的眼神当中好像透露着一点点表情，对，好像不敢笑。还是故意的，那个舞蹈就要求这么酷。酷啊啊，就得那么酷。要的酷。表演到目前是结束了，可以暂时松口气，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是跟你聊聊天。你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舞蹈对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情况跟人不一样，跳舞东西也不一样。之前也有很多人认为跳舞是用手用脚跳的，不是用手跳的。然后就因为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我是觉得如果你努力过了，你肯定会有所收获。只要你努力了，我就是想向所有人证明，我虽然身体上有残缺，但是我不比别人差，只要我肯努力。所有人给你鼓掌。你已经做到这一点。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想要做跳舞这件事？我想对你来讲，这应该不是一个太容易下的决定，因为很需要勇气，对吗？当时我在宿舍里面休息嘛，然后我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叫黄玉，然后他巡宿舍的时候刚好看到我，因为他也是一个街舞高手来的，全国冠军哦。哦，那很厉害啊！啊，然后叫我去跳舞。我们应该把这位伯乐请上舞台了吧？让我们一起来见见最早让阿水开始接触跳舞的这位班主任，来，掌声欢迎这两位。第一位是梦想委托人庄培青，另外一位是他的中专的班主任老师，来，有请。我们先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是衡水拱的班主任。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位是梦想委托人，跟大家问候。我是水拱的梦想委托人，就来自汕头的，我是他队友，就庄培青。谢谢庄培青。你们认识多久了？差不多就四五年左右了。四五年了，好兄弟。对，好兄弟。我听说你们彼此称对方为战友。对啊，我们就一般就是像兄弟一样，就这样，好像就是我们在平时我们就以前在跳舞的时候是一起生活，一起困难，一起克服过困难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好像一家里人一样，然后说像战友一样。黄老师是如何真的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说让阿水去跳舞？其实。这需要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其实迈出这一步很难。其实当时的话，就是像他刚刚所说的，我是在一次比较偶然的，刚好那天晚上我值班，当时看到他就是上身非常的壮，因为我之前看过视频，我觉得外国人他有一个是也可以这样的跳舞，那么我就想，哎，其实他按照他这样的情况，应该也可以尝试一下。哎呀，他说老师啊，不要开玩笑了，怎么可能？我这腿这样怎么跳？然后我就跟他说，只要你相信自己，相信我，你付出了，你就肯定会有回报，你是跟正常人一样的。
每一开始他很自卑，我跟他说跟大家一起玩，然后他一开始都不敢，躲在那个角落，就躲在一旁，然后自己在那里练。我说干嘛不一起跳？他说我不敢，我还是一个人练。然后慢慢的到现在，他终于走上了中国梦想秀这个舞台。你还记得哪一次是你第一次相对正式的面对很多人去跳舞吗？第一次啊。嗯，练了多久？三个月左右吧。练了三个月之后才在别人面前敢正式的跳一下啊。那时候听到的是掌声多吗？多。这三个月你陪在他身边吗，战友？我们当时是五六个人呢，同一起练舞，可能就是说他下半身就有一些缺陷，就是说我们一个动作一两天就会了，但是他可能又练到一两个星期才可以学会。在练这些动作的时候也是摔得很疼的，因为下半身我们支撑，我们倒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脚支撑，他是不可以，他下面是软的，所以说他倒下来就是碰到这里啊，碰到这里啊，很痛的，但是他都是用微笑去面对。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像在手上现在都很多茧，我们可以看看吗？大的，你看哦，真的。现在展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自己真的很厉害？因为你克服了那么多，这是一个你为此而付出努力所有最好的一个见证。厉害的话还好吧，应该。然后我也没有说，我刚刚一直在跳舞，我也没有说要练到多厉害，就是自信证明给别人看。然后跳舞是真的能让我很开心。我们刚刚听到了他要转几趟公交车到一个排练室去练习舞蹈，还要登上八楼。那时候我队友他们也不是在那里附近，我们全部人都要搭公车去一个共同的地方练，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没钱吃饭，我们就搬几箱那个面啊，而且还不是泡面，不是泡面，我们连泡面都买不起。对，我们就买那种速食面啊，买了一箱一大箱，当时是还不是成包装的泡面，对，只有面饼，只有面饼而已，只有面饼。然后弄完之后，我们就下点盐啊，下点那个酱油什么这些吃。每天就吃那个，每天就吃这个，我们一天差不多又吃五六顿，消耗的体力很大。一吃完就练，练完就吃，然后就睡觉，然后就一起开心啊，就一起玩一起玩，然后这样都是为了一个梦想。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吃泡面。我们是吃到，因为一个暑假有三个月嘛，我们吃到是宁愿去练舞，我们都不想去吃那泡面的。这实在是没有钱去改善你的伙食，因为那个泡面真的很难吃。会不会到现在一看到泡面都会突然就发出不敢吃？会有，就是现在一看到泡面就会想起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说我们就是像战友一样，真的像战友，就是一起练舞，一起努力。一起朝着自己的梦想加油，一起生活，对，所以称之为战友。我们听到阿水曾经的这样的一段故事，有了今天的成绩，证明了你不比任何人差，很了不起，加油阿水，很希望再看到你这个灿烂的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微笑。现在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梦想吧，挂上梦想漂流瓶到我们的梦想树上，在上面有你更高的一个梦想，为你加油。各位，你还有梦吗？您现在锁定收看的是浙江卫视送给您的由享自由 OPPO U Life 冠名的中国梦想秀，我们也谢谢布森为本节目提供的独家服装支持，谢谢布森。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我去湖南常德圆梦的时候看到的，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一段看上去并不特别特殊的一段表演，那我相信各位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一样，都注意到了在画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戴着口罩弹吉他的男孩。那么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男孩叫做黎鹏，他是一位肝癌的中晚期患者。黎鹏他是湖南常德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而这一段的表演是他在今年的元旦的时候在学校的舞台上所呈现。现在在我身边就坐这两位，一位是黎鹏的妈妈彭秋菊，你好彭阿姨。
在我身边就坐的这一位呢，是黎鹏的班主任王志怡老师，欢迎你，王老师。我们先来问一下妈妈，其实黎鹏在做刚才那个演出的时候，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当时他的身体怎么样？当时他的身体不怎么好，非常虚弱。我和他爸爸都不想他去参加这个节目，但是他说这次机会很难得，就让我去参加嘛。我们问一下王老师，做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话，应该需要不断的排练，但是当时黎鹏的身体状况能吃得消吗？他每天只要有休息时间，他就会去召集乐队成员去进行排练。当时我们的校长嘱咐我们要让他坐着弹，但是黎鹏他始终他不肯，他一定要站着，他觉得更对得起观众。黎鹏对舞台对于观众非常的尊重，他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说服自己，说服爸爸妈妈，说服医生，说服老师。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但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登上表演，我就算是死，我也希望是死在舞台上。这句话对于同样身为在舞台上的我们来讲真的非常的震撼。接下来这个短片让我们更彻底的了解这个坚强的男孩子黎鹏。他是湖南常德师范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他自小就对音乐如痴如狂，喜欢唱歌，喜欢弹吉他，十七岁那年就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他就是今天的圆梦人黎鹏。2010年7月12号，他收到了一张犹如死刑判决般的疾病检查报告，肝癌中晚期。这种肝癌通常情况下是越年轻的时候越危险，大多数的情况是它的自然生成率是6个月左右，假如的侵犯了大血管的话还没有6个月的生存期。黎鹏的父亲是家具城一位普通搬运工，他的母亲是一位瓷砖导购员，黎鹏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是全部的希望。这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打工家庭陷入了绝境。为了给黎鹏治病，父母四处凑钱，甚至贱卖了老家桃源县的新房子。肝癌中晚期确诊后，黎鹏承受着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的手术，可怕的病魔迅速吞噬着这位花季少年原本灿烂的生命。当时我们都还很担心他的病情，但是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他反倒还来安慰我们。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说要我们等他回来，我们一起玩乐队。嗯，他也做到了。近乎绝望的现实并没有击溃倔强的黎鹏，他不想离开学校，离开同学，更不想离开自己热爱的音乐。每次治疗回来后，他依然坚持上课、唱歌、弹琴。2011年元旦，学校举办了一场文艺汇演，黎鹏不顾病痛的折磨和医生家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和自己的乐队成员一起站上了舞台。2011年6月22号，黎鹏面临着一个事关生死的选择，因为肿瘤紧邻肝脏大动脉，手术风险很大，失败就是死亡，但不进行手术，理论上他最多只有6个月的生命。黎鹏最终选择了坚强面对，或许连上天都为他感动了，他成功了。手术的过程是很成功，另外一个这个手术后的恢复也比较顺利，这个黎鹏患者的配合也是很积极的，早期下场活动啊，早期进食，另外呢比较乐观。人总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更加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手术成功后的黎鹏在学校开学后立刻投入到了学习和对音乐的继续追求中。他希望有一天他和他的伙伴能够站在大舞台上放声高唱，他希望他的歌能够去影响大家，感染大家，所以我特别委托中国梦想秀栏目来给他圆这个梦。我想在看到刚刚这个短片的时候，我们大家
对这个男孩子坚强乐观有了更多良好的印象。但是你看，在我们有良好印象的时候，我注意到妈妈一直都流着泪水在看这段短片。我想当时儿子有经历多少的痛苦，在面对那个手术的时候，他身体的病痛和沉重的压力是最了解的。所以还好老天对他还不算太糟糕，因为这一次手术还算是很成功的，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帮他好好的来圆一次梦。很荣幸这一次是我带领着我们的摄制组一起到湖南的常德去给他圆梦。你好像还成了他的亲戚对吧？远房亲戚。他现在一直都说朱丹是他姨妈。他在微博上已经称我为姨妈了。对，我们的这个渊源非常的深。我是黎鹏的妈妈的姑妈的女儿。而黎鹏的妈妈的姑妈叫胡巧花。叫什么？胡巧花，胡巧华，胡巧花。对，所以你有一个妈跟我的名字是很接近。我特别喜欢有这样一个妈的名字。非常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圆梦之旅，让我们给黎鹏带去一点欢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或许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某天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面前，你的家人告诉你这是你远方的亲戚，虽然从未谋面，但也会装作很热情的样子。那么今天的圆梦计划就是让我们可爱的朱丹扮演成黎鹏的一位很远房的远房亲戚，所以朱丹的装扮真是煞费苦心。是你给阿石放一下，俺不知道放那儿，你放。那么是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呢？简单的说，朱丹的妈妈是黎鹏妈妈的姑姑，也就是说黎鹏是朱丹妈妈的侄女的儿子，换句话也就是说朱丹是黎鹏妈妈的表姐，她的孩子要管她叫外甥。观众朋友您懂了吗？既然惊喜的地点选择了黎鹏所在的学校，那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在老师积极的配合下，我们安排了一次假的会议，将黎鹏所在的年级全部召集起来。好，在开会之前提几个要求啊，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主角黎鹏。一切准备就绪，好戏开演喽。此时的朱丹穿好了富有乡村风情的着装，来到了学校，在同学们的指引下找到了黎鹏开会的地方。真不知道这黎鹏见到如此着装的远房亲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看来朱丹的出现引来了同学们好奇的目光，连黎鹏都被吸引住了。俺找俺们家鹏啊，你们不要笑我，我这老远来找俺们家鹏的。看来朱丹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引来了同学们的阵阵笑声，连黎鹏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啊，那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呀？连鹏字都说出来了。黎鹏，你真不知道朱丹说的就是你吗？黎鹏在我。听到朱丹就是自己的远房亲戚后，呆若木鸡的黎鹏竟然傻在了那里。老师，他叫黎鹏啊，他叫黎鹏啊，你是黎鹏，你认得我不？你认得我不？俺妈妈是你妈的姑，俺娘子呢？黎鹏，你咋那个？哎呀，黎鹏，俺做梦哭了，他们都不认识你。我给你，我妈叫胡巧花，你认识不？胡巧花，哎，你咋不认识的呢？哎，你小时候干笑干笑，你还尿床，我还给你画个尿不湿的。无论朱丹怎么提示，但黎鹏还是怎么都想不起他这位远房亲戚。可是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又让他不得不信。老师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继续开会。乐队的主唱吧，主唱是黎鹏还是上原黎鹏会唱歌，中间不好，最后一个人家说大
个警卫，我们总监不要，不要不要。啊，不好的，他们说打他刘德华是最后一个的。好的，这个我们会尽量的去安排他。那个老师，俺可以演不？我也会演。我跟你讲，我们村子里我唱的最好嘞。俺村子男孩子都没喜欢我，你们掌声我的人。不需要崇拜，这是属于你们的舞台，不需要再怀疑再等待，今晚让你的梦飞起来，让梦飞起来。如果你们记得这一首歌的话，我是中央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朱丹。我到这边完全是来为你圆梦的，我想邀请你登上中央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来展示唱歌的才华。我想问你愿意吗？我愿意。欢迎你登上中国梦想秀。我正在开会的时候，我妈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吧，他说要有什么亲戚要来找我，然后我说没时间，把电话给掐了。然后突然从那个会议厅来闯来一个人，我想心里想完了，这人肯定是我亲戚。然后突然啊，最后知道这是原来是主持人朱丹。我非常感谢这个栏目组给了我这次圆梦的机会，非常喜欢。你的梦想委托人特意找到我们节目组，希望我们帮你圆梦，拥抱他一下吧。黎鹏被邀请登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一直以来黎鹏都喜欢着华语乐坛的殿堂级乐队 Beyond， 他喜欢 Beyond 那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希望能像 Beyond 一样制作出超越别人的音乐，所以栏目组特别邀请了 Beyond 乐队的成员之一黄家强来给他惊喜。来到杭州的当晚，栏目组导演告知黎鹏，他所使用的吉他音色不好，要带他去换一把新吉他，惊喜就这样开始了。老板，你去见一下呗。哎，我刚去，你姐姐好，姐姐继续看。喜欢什么音乐？就是 Beyond 的类型。能弹他的歌吗？能吗？啊，弹来看看吧。让我唱给你听听，好不好？好。从盛唐玫瑰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我也弹错。你是不是黄家强了？我是吧？我帮他雇上一个老板了。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只为你来到这里，同你一起，跟你一起在台上唱歌。哎呀，哇！我开始真没认出来他是黄家强了，然后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的。最后知道他是黄家强的时候，心里很激动。OPPO You Like 中国梦想秀。接下来就将是黎鹏的圆梦时刻，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黎鹏的圆梦大使，给他送出惊喜的黄家强先生。大家好，黎鹏。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那失肌肤光带的意义是一生奉献，放肆到震中感谢黄家强先生能够到现场一直来演绎这首歌，应该演绎过很多遍了，但今天是在聆听这个故事之后来演唱的。感觉很不同。嗯，还有我觉得他很有力量。那我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觉得他是个很坚强的男孩子。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人生都有充满那个力量的话，这个世界会更美丽。音乐也很美丽，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玩你音乐，做好音乐。谢谢你的鼓励。所以李鹏，你呢？这是我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然后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然后我非常感谢你们看我来唱歌，谢谢。我吉他不是弹得特别好，但是我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我希望大家原谅我。没有。但我觉得你有必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一支乐队。我的乐队叫做 Dark Horse 黑马乐队，然后这个是我乐队的贝斯手，名叫贺刚，然后这个是个女架子鼓手，她叫刘小琴，这个我的键盘手叫秋帅。欢迎黑马乐队，欢迎各位。这半年对于你们的队长来说，其实是身体也很辛苦的半年，应该是病痛折磨最多的半年。他最后的一次手术我记到是6月22号，那是一次很大的手术，放弃或者说不排练是明智的首选，但是你仍然在继续，对吗李鹏？因为我想吧，音乐才是我的动力，要是我不继续走下去的话，我想我会一辈子待在病床上。虽然有身体上的疼痛，但是每当我弹到吉他或者唱歌的时候，这些疼痛都会减轻一点。他玩的时间不是很长，玩音乐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能够组个乐队，还有是他们都可以玩的是个水准，是蛮不错的。这天是唱我的光辉岁月，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听到你的光辉岁月，是你自己写的光辉岁月。再次感谢我们的梦想大使黄家强先生。谢谢
谢谢，也谢谢所有的乐队的成员，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四位。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出来，李鹏忍的是怎么样的疼痛。从去年的7月12号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接受过3次化疗，2次微创介入手术，1次肿瘤切除手术。我刚刚说的6月22号的那次手术，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方便跟我们讲讲吗？李鹏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笑着的，笑着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你有过暗暗流泪的时候吗？你有过害怕过吗？当然有过，说不害怕那肯定是骗人的。每当我动手术的时候吧，那个医生就先给我打一针麻醉。全身麻醉？局部麻醉，切开的伤口局部麻醉。只有切开的伤口的部分？对。然后通过一道很长的管子吧，然后顺着那个大动脉血管一直流向病灶，然后再打那个药水，然后那个打药水的期间你内脏能感受到的疼痛，所以当然2个小时一直得忍着。2个小时？对。你晕过去了在手术台上？对。其实你可以叫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很疼。因为可以这样说吧，身体上的疼痛比不了我爸爸妈妈心上更痛。假如我要是叫出来的话，我的爸爸妈妈。这是一个不太愿意把软弱或者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方给别人看的，他完全希望靠自己挺过来。然后我们看了短片，我们知道了爸爸妈妈的工作都非常的平民，收入也并不是很高，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偏偏又是祸不单行，妈妈还遭遇了车祸。我知道他这个病以后啊，反正人就迷迷糊糊的，有一天不知怎么的就被车撞了，在医院里住了23天，一直是我儿子在照顾我，但是他安慰我要我坚强。李鹏，你肩上到底能够背多重的担子？这个担子不算太重吧，因为照顾妈妈是我的责任。因为敢担责任，所以够坚强，而且他不觉得那个很重，即便在旁人看来，他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倒是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反过来替他爸爸妈妈宽心，有这样一条短信，他的父亲一直留着，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一看。上面写着2011年6月17号，爸爸，你不用打电话过来，我其实想说我愿意做手术，因为做完这一次以后我就好了，所以你这个手术要做，你不用担心我。这个手术其实不痛也不痒，我一点儿也不慌，因为我有信心对抗病魔，所以说你也不要再多想，人总是要往好的方向想才有希望吧。其实这一次手术是有危险的，是吗？对，非常危险。但你真的没有想过，你就是因为怕生命太早的去结束，但是如果手术失败，你会比他原先的更早更早。我一直相信我是会创造奇迹的人，然后这个手术也是如此。我们来问问妈妈，想过吗？比如说在手术成功以后会给他一份礼物？想过，他还特别爱美，因为他每一天早晨起来啊要洗头发，在医院里治疗的时候，他也跟他医生说，他说医生你最好是不要把我的头发搞掉啊，所以我带他去照了那个医生照。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帅气的李鹏。哇哟，你最喜欢哪样的自己？那个好像蜘蛛侠的那种，看上去比较 man 的。你现在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想的？我想带着我的乐队一直走下去，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很小的，我希望通过团队能让我们乐队更好的发展，最好能做出自己的音乐，能让全世界听到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中国梦想秀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想送一份特殊的礼物给你。这把吉他有印象吧？刚才你就是用它跟黄家强先生一起完成了歌曲，而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
其实你就是他真正的主人。谢谢。但愿你会喜欢，这是你跟嘉强一起挑的吉他，对吧？对。送我一样这么好的东西，我估计这个设备，我这是第一次摸到这么好的东西吧。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我会用这把吉他能做出更好的音乐，让大家听到。是。老师一直在那里偷偷地抹着眼泪。你也可以鼓励他一下，就像你曾经很多次的鼓励他一样。李鹏，你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奇迹，相信你。加油，李鹏。今天我们真的学到一个词语，有一种坚强叫李鹏。你是我们心目当中独一无二的，你创造了属于你自己的属于李鹏的奇迹，祝福你。跟他喊一次加油好吗？跟他相比，也许很多人现在遇到的困难真的不算什么，他的未来还有更多的奇迹，我们相信，所以我们为他和自己高喊一声加油。来吧，向你更高的梦想进发吧。一生的我忙碌的挣扎，是谁可改变未来，万谁又能做到。随着第二季的中国梦想秀的持续进行呢，有越来越多的圆梦者登上我们这座舞台，当然它也会让我们的梦想排行榜变得非常的火爆。比如说接下来即将在我们这舞台上登场的，就是第二次来到中国梦想秀完成他们梦想升级的波浪三姐妹。哦，波浪三姐妹我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三个姐妹好像个性都不一样，特别是那个老三啊，因为性格很活泼，然后有时候会发嗲，上次还说我来着，对吗？对，我们一样都没嫁出去，是吧？没错。他上次说过，在这舞台上他有一个梦想呢，就是希望给更多人了解他们，另外一个梦想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男朋友。对，那么接下来今天这一刻，你就会先看到这三个姐妹发生怎么样的惊喜故事呢？来，我们先回顾一下波浪三姐妹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请看。在中国梦想秀第二季第六期节目中，梦想骑士华少远赴海南城外扮演消防员千里圆梦。哪里有梦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圆梦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波浪三姐妹的组合，大姐叶娇妹王芬，二姐猪肉妹王小燕，小妹快餐妹王平燕。三位来自海南城外的普通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经历了重重惊喜。先是小妹上了一堂爆笑的消防课，你一块儿，你拍三，我拍三，消防通道不抽烟，你拍四，我拍四。你看，胡子都要撕下来的，牙也是假的。你好，正式认识一下，我是浙江卫视《中国蓝》《中国梦想秀》的主持人华少。华少，今天晚上来看看你的电视。接下来，两位姐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请到了杭州。三人更是在同一时间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全国著名歌手张燕。这个我再放一下，放一下。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波浪三姐妹完成了最华丽的蜕变。日出嵩山，说什么？这三个平凡的海南人现在正在被全国观众所熟知，更是成为了当地城外的骄傲。谢谢，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谢谢他们，谢谢。自从波浪三姐妹登上我们的舞台之后，当然他们有更多的朋友了解他们，而且我听说有很多人打电话给王平燕，因为他真的收到了不少男士的垂青。真的吗？看来我得试试。
你已经在电视上说很多次了。好吧，好吧，我们还是说他别的梦想。我们继续来说，你看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梦想，他们三位就希望，他们希望有机会办一场真正的大型演唱会。哇，演唱会，对，我们真的要帮他来完成吗？考虑到在当地开演唱会的消息稍不小心就会走漏风声，因此我们先用调虎离山计，以参加浙江卫视2012跨年晚会的名义，把三姐妹骗到了杭州。再次来到杭州的她们显然很兴奋，假借要进行封闭训练，工作人员没收了她们的手机。那好，先没收手机。在波浪三姐妹踏上杭州的那刻起，在她们家乡澄迈县也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澄迈县文体局也专门出动了一辆精心包装的宣传车，大街小巷的宣传三姐妹即将开办演唱会的消息。12月9日晚上8点，绿绿广场，精彩不容错过。为了让三姐妹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呈现，我们特意请来了资深音乐人海峰老师，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声乐培训。谁最美？谁最美？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培训的歌曲全部都是他们几天后要在家乡演唱的曲目。对，你先把它划到那个音划准了。女人花。对对对。波浪三姐妹到达杭州的第三天，她们终于等到了跨年晚会领导验收节目的关键时刻。可是她们不知道，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一切是她们无法预料的。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那现在是一个梦想升级的概念，什么叫梦想升级？他们的表现应该要比上一次让观众惊艳很多。那现在惊艳在哪里呢？不好意思哦，不是针对你们，我可能没有跟你们沟通清楚，整个的表现确实不是很满意啊。节目验收不合格，对三姐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心情瞬间跌落谷底。对不起啊。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栏目组特意安排的。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波浪三姐妹带着失落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有一个更大的惊喜正在等待他们。演唱会当天，前期已抵达澄迈的大批浙江卫视工作人员已开始紧张的晚会布置。在这个当地最繁华的休闲广场，这里将上演一个万人盛大演唱会。下午3点，波浪三姐妹乘坐的返程航班就要降落在海口机场，那么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惊喜呢？先行到达海口的华少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的到来。所谓惊喜，惊喜必然先要有惊吓，然后才是喜悦，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独特的设计。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口机场静候他们的光临，而接下来所有的一切，我相信会让他们度过非常难忘的一天。左看右看，上盼下盼，迟迟不见三姐妹出来，被打击到不愿意下飞机啊！千万不要啊，你们不出现，我们精心准备的一切可都要泡汤了。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下，终于看到三个熟悉的背影。啊，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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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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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这里。在海口居然见到华少，波浪三姐妹又惊又喜，显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赶过来了，他们赶过来了。Hello，Hello，Hello。等他们反应过来，三姐妹已被蒙上眼罩。会是你摘掉就看到朱丹吧？
这个多无聊啊，戴上眼罩摘掉看到朱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又不是没见过。七步到，走啊，慢点啊，慢点啊，小心点。前面有道沟，抬左脚，抬左脚跨过去，好的，抬右脚跨过去，好的，非常好，好，跨过来了，继续走。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对，知道就怪了啊。一路被我们绑架的三姐妹不停地问我们要把她们带到何处，可是问了便是白问了，我们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告诉你们呢？不要摘眼罩，对，小心车门。经过一辆车轮之后，我们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在华少的带领下，三姐妹排成一个长队，乖乖听华少的指挥。华少究竟要把她们带到何处呢？她们摘下眼罩，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呢？等一下啊，马上好了啊！这里啊！一，请摘下眼罩。这些呢，是我特别为你们请到的非常专业的化妆师和造型师。那上面呢，有三件给你们准备好的礼服。现在呢，我要在这里请他们帮你好的打扮。华丽的服装，专业的化妆团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今晚三姐妹的演唱会而准备的。这是男，而他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有场专门为他们打造的个人演唱会。好像还在隔空做梦哎，觉得好像感觉一切还不是很真实。那个心猛跳，不知道等下要去哪里，见什么人，一直在猜。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在三姐妹化妆的同时，华少也马不停蹄地赶回演唱会现场帮忙布置。今天呢，波浪三姐妹对马上要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一无所知的，待会儿呢他们就会坐车到达那里了。在那一刻，我希望这里是一片安静，让他们猜不到这里有那么多人。一切准备就绪，澄迈县的乡亲们都已经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为的就是迎接澄迈的骄傲波浪三姐妹。此时三姐妹也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场。久等啦，到了，是不是？哎，是我，又是我，马上就到咯。在华少的引领下，波浪三姐妹一步一步接近他们的梦想。现在呢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精心布置了一天，给你们穿上这一身华服，然后帮你们装扮完成，你们见一些特别的东西，那么我们的惊喜就正式送给你们。准备好啊，三二一，对不起啊，瞒了你们一天了。怎么样，对我们安排的惊喜还满意吗？是满意满意。对，他
太开心了，我都说不出话了，现在。现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这种心情真的是。陈麦，有那么多的朋友，今天齐聚于此。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是你们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在这里，这个舞台，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大家在这里敬过你们三位好久了。只有谢谢，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真的谢谢你们，太感谢了，谢谢大家，谢谢，太感谢了。这是你们的家乡。是，我想应该让你们的梦想回家，在这里，从浙江卫视的舞台到陈麦的现场，再通过浙江卫视让全国的观众看到你们，在这个你们最熟悉的地方放声歌唱。接下来整个舞台都是你们的了，是用你们的歌声，让整个陈麦为你们骄傲，好吗？好，欢迎波浪三姐妹。秋的烧火，为了捉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张扬。三个人波浪三姐妹打扮得那么漂亮，那么美丽，非常感谢你们，谢谢。我们三个说好了，不哭不流泪，但是心还是有数。我们的梦也是真的是圆了，圆了所有的梦。一群热爱音乐的普通人，通过中国梦想秀的舞台，成为家乡澄迈县人民的骄傲。这场盛大的演唱会，不仅圆了波浪三姐妹的梦，更是圆了澄迈县所有老百姓的梦。就让我们一起让梦飞起来。白血病女孩突然遭遇现实版血疑困境，我是被遗弃了。一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一段关于生命的呼唤，只要她十颗血就可以了，救她一命。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给我第二次的生命。23岁的青春梦想将如何延续？中国梦想秀全媒体拯救血疑女孩行动正在进行中。